期待已久的肖战新生意终于来了。2021年5月19日，肖战正式官宣高级品牌 Tod， 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相应的平台上看过他的广告，接触了很多奢侈品牌，未来还有其他代言人等待官宣。 Tods 对肖战的时尚之路绝对有浓墨重彩，不仅是因为品牌在肖战的低谷期得到支持，而且是肖战这名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奢侈品代言人 title。 这次官宣，肖战和品牌方面的合作也很开心。早在经历非议之前， Tods 就为肖战推进了一线男性杂志的封面，但是接近封面的在线突然遭遇了肖战的话题讨论，这本杂志也不得不因形势而放弃肖战封面的发售，所以在明面上肖战和 Tods 的合作似乎就这样结束了。据报道，肖战在时尚芭比的封面上登场，Tod Barbie似乎也为他买了，但是无论网络上的时尚芭比是否由 Tods 购买，粉丝们都可以确定肖战后的时尚杂志资源绝对不少。合作 Tods 也意味着粉丝有看不见的资料。到目前为止， Tods 品牌在国内合作过四位艺人，品牌支线大使又大为和江疏影，品牌大使刘昊然，首位品牌代言人刘诗。 Tods 希望代言人拍广告电影，不仅表示信赖，还表示对代言人时尚感的认可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品牌 title 的问题，这次给肖战的名分是品牌代言人，放在其他品牌上可能只限于单独国家的意思，但放在 Tods 上是不同的。 Tods 本身在国外没有太多艺人接触，国内是他合作的最多艺人，而且从待遇方面来看，因为给予了世界性的洗脸待遇，所以肖战得到的 title 有世界性的代言人的意思。这个品牌无论是在线活动还是在线拍摄都很多，相信今后一段时间粉丝一定能看到肖战的脸，一起期待吧。